年轻一代的乐手啊、哦。他们的音乐呢，深受欧洲融合爵士 （Fusion Jazz） 的影响，曲风呢接近这个丹麦的 Athletic Progression， 或者是英国的Youssef Kamal 等等 New Jazz 乐团。风格呢，则是融合了四位团员各自的特色。那鼓手呢，紧凑紧密的鼓点。那接下来呢是吉他，活力，他们这个旋律的线条呢，非常的活力充沛。那么贝斯呢，真的是华丽无比。而键盘以及合成器呢，选用的这个奇异的音符啊，真的是待会儿呢，我们慢慢来体验一下。那么第一次来台湾演出，除了将带来之前专辑的歌曲，还会有多首即将录制在他们新专辑的新作品，以及呢重新诠释一些 standard 的曲子。我们现在呢就一起跟着他们来探索音乐。各位朋友，我们来掌声欢迎吉他手 Cindy， 鼓手 Gilmore， 贝斯手 Maka， 最后音效设计师兼键盘手 Royce。Let's welcome Cole!
大家好。